大家好，这里张雨霏，不是张雨霏。前几天直播的时候，有朋友问我滨江有什么美食，我仔细一想，好像确实很久没有去滨江拍摄美食了，所以我今天找了一家看起来超级好吃的桂林米粉，最关键的是他们家可以无限续粉和无限续小料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一起去简简单单的吃一点吧。我想去吃粉前买点西芥炸串，想吃他们家臭豆腐，简简单单买一点。我要一个芝士拉丝鸡柳吧，对，再给我个开花肠，然后再给我一份那个酱汁臭豆腐，那个脆皮水磨年糕，再买一杯米雪冰城。为什么这个大杯只要8块，中杯要10块？中杯是他们有奶盖啊，那我要大杯。你们别说，他们家那个杯子还挺好看。这个我有，我之前买的时候他送我一个米雪冰城打钱。其实今天是台风天哦，台风天都出来拍视频，这还不值得你一键三连吗？嗯，买了不多，再买一点点。旁边遇到帅哥拼桌了。没给你录景，行，今天带这个儿子，让你们猜一下，不猜都难受啊！猜一下，今天带哪个儿子？带了黑色的，小黑。我之前不是去广东旅游的时候，每次吃一顿饭都要把这个摘下来，就搞得好像我这个像我的道具一样。其实不是啊，我是真受伤了，就是我现在吃饭的时候会把它摘下来，单点个全家福28，然后另外再搭了一些其他小料，总共就差不多50块钱。然后另外我朋友送了我一个他之前来吃的时候打卡没有用掉的黄桃。我刚才不是在外面买点喜姐嘛，专门为我现在等待的时候吃的，买了一个这个。我说一下我的小心思啊，我买这个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想吃这个，而是我觉得你们会喜欢看这个。这不是看美食视频的惯例吗？有拉丝必定有三连，是吧？我明明只点了一串的这个，为什么他给我了2串啊？我跟你讲，我点了冰雪冰城的饮料，叫什么 VC 大王，这挺酸的，很浓的奇异果味道。上面是拉丝，到下面就是变成玉米肠的味道了。你们一般点喜姐会点什么？我也很喜欢吃他们家的臭豆腐。就是可香可美了。他们家这个你必须得蘸这个虾味酱汁，浓浓蘸一下。好厉害！啊，真的，我放地上吧。啊，放地上也行。可以给我放下这个吗？可以，谢谢哦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个章鱼，看不出来吗？你在记录什么？我在记录生活，瞎拍的玩。嗯，是吧？是的，我也是。407好了吗？没问题，这里来啊，再留一个啊。哦，好。刚豆角。好像偷拍。没有，他不在拍我。啊？没有，没名气的。哎，这么巧。偶然，我就200多个粉丝，正好。对啊，遇到了。我叫张鱼飞。张鱼飞。对。这是让我的朋友们能看到我在吃什么东西的道具。我可以拍一下吗？啊，你可以拍，你拍啊。你吃啊。啊，你还要拍我吃啊？我很难为情的，我这人有点社恐的。我就加了一下这辣，这样看起来才有灵魂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它的粉跟那种螺蛳粉的粉完全不一样，螺蛳粉的粉会更加筋道的，这个就非常软糯，说实话，贼糯。我们那个还有多久啊？我都看饿了。嗯，丹姐有点牛肉，牛肉怕不好吃。哎，这个好吃啊！相比这个粉，我觉得这个牛肉更加能征服我的胃。重点是全家福，全家福里面还有豆干。想吃吗？饿了。那要不要吃串年糕？行吧。之前有人说好久没看到我的社交挑战了，今天再给你们看到了啊！请把那2个字刷在公屏上，社。
它有腊肠，味道的话跟那种广式腊肠味道差不多。它那个辣汁哦，你多淋一点，因为一点都不辣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我个人感觉这家店的属性就是属于，因为这边是商场嘛，旁边有很多公司，然后非常适合打班人，打班人非常适合打工人下班来吃。我再加些粉，粉吃完了。刚才我跟别人合照，我一般合照我都会露牙齿笑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我刚才为什么不露齿笑呢？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多粉，我生怕就是有什么时尚小挂件挂在牙齿上，有吗？好，今天没有，就是挂上去，对，他到时候发个朋友圈，怀疑为什么这个博主牙齿上挂的东西给你们丢人了，我就不会这样干，好吧？我去，刚烧出来的粉真的牛，好吃，因为是它这个粉就越软。黄桃，好久没有吃到这种黄桃罐头了。东北小伙伴的 DNA 动了没？本来就没几个。大块大块的黄桃。刚才那个路过人好像我的高中同学，你看你们也应该会跟我一样吧？突然在某瞬间会觉得某个人像曾经认识的某个人。我还炸串还点了一个年糕和炸串还没吃掉，开花茶。那一道开花茶还是很好吃。它本来还可以加汤吃的，但是我今天吃饱了，所以说我待会就不加汤了啊。粉吃完了，那就是一些小料了。看看我就没什么了，还有这个罐头了，我打算罐头慢慢吃了。然后那么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各位刷到这里看得开心，别忘了个小心关注，还有点都比较爽，那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